各位小三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。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续玩把零分四卷藏起来，我们要一路打到最新关卡哈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影片留下那个大大的赞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感谢你的鼓励。如果你有点下那个大大的赞的话，超有能量，就会祝你一整天都超有。那让我们来吧，三元器官 Go Go。 三元器官，这个怎么解谜？有一个奇怪的衣帽架，然后哦，有一个奇怪娃娃，然后枕头。哦哦哦，这里有一个地下金库耶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个好像都没有用，但是在地毯底下有个神奇的金库，我们把它藏起来盖上去，没事啦，应该吧。会被发现吗？没有。这个地下金库难道是老爸拿来藏私房钱的吗？下面一关，38关。38关，弟弟在流口水，然后爸爸很开心，爷爷很开心。我看看啊，有什么东东？哎呀，玩具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奇怪的，哦，直接把这个弹珠直接撒在这里，然后咧可以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弹珠直接撒在这里，那我把这张考卷放在这里，这样子嚣张，然后让妈妈跌倒嘛。哇，真的跌倒了。下面一关，39关，39关有一个神奇的，这个是夏威夷的海豹嘛。然后我得到了海菜、韭菜。怎么会有韭菜？ OK， 韭菜哦。爷爷头痛，那我们煮汤给他喝。哎，这是哦，海带芽呀，海带芽。那来，哦哦哦，爷爷突然一瞬间有了假发，起来嗨了。哎，难道是爷爷是因为掉头发而烦恼？好神奇啊。那把这个给你哦。哎，花圈，哎呀，零分考卷花圈啊。爷爷，接下来试试看这件比基尼。40关，杀虫剂。哎呀，有蟑螂是不是？哦，不给糖就捣蛋，这是万圣节特别节目。然后这里有粪金龟，哎，喷死啊！粪金龟死翘翘了，捡到了虫。哎，我失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重来。好了，让我们再来一次啊！捡到这个杀虫剂，然后喷死这只粪金龟，接着让自己的考卷。哎，楼成球，得到了一颗大便糖果，哇，超坏！然后外面有想要讨糖果的小朋友，就把这颗大便给他，搞定！哦，出事了！有可怜的小朋友吃到大便，哎呀，然后这个家长哦，妈妈就在跟邻居的小朋友还有家长道歉，好，下面一关。爸爸在变魔术，好，我看看啊、哦。爷爷在玩奇怪的，哎，他不是在玩，他应该是擦他的花瓶。我来烧开水，用力把爷爷的花瓶砸碎，把碎片藏进去爸爸的口袋里。爷爷已经爆气了，哦，爷爷，哇哇哇，哇，直接把爸爸摔到流鼻血。啊，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。哦、这个水已经开了，啊，接下来就只能这样啦。来，哎，零分考卷止血啊！谁都别想惹这个阿公，谁都别想。下面一关，哦，那阿公超勇的啦！来，我看一下这个，哎，邻居在画画，然后老爸是模特，我来给他一把刀，哎，来。哦，直接爆一，然后呢？那怎么办？零分考卷，哎、欸，帮你遮羞一下啦。哎呀，老爸秀美腿，来下面一关。哦，这个在看这个海报色色啊，这个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他、啊、这样下去会直接登短了，不行。我给你这个，让你色色，来。这个给你，哎，这个可以给你吗？哎，这是给到哪里的？这个，哦，有了，哇，这里怎么有这个可以射射？哦，放屁了，哇，直接叮死去，哈哈哈哈，哦哦，他被抬走了，来，然后嘞，哎，啊，就说不要射射哦，你看被屁屁外星人陷害，直接送医院了，哈哈哈哈。下面一关，44关，哇，桌上好多东西哦，狗狗，
这可以剪吗？哎，不行哎，狗狗的飞盘坏掉了，我要怎么办？我拿不起来，没办法修这个飞盘啊，没有东西可以按嘞。哦，用零分考卷修补的飞盘太强了，哎，去。哇，被发现了，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，来来来，这次我们不要直接把飞盘丢掉，我丢给老爸行吧。哦哦哦哦，被老爸击杀了，飞盘被老爸击杀了。哎呦，老爸很勇嘛，超会射。下面一关45关，哦哦哦，他吃得很饱，还有那个好便当，便当全部吃光光，还有剩一点东西。然后这里有一根绳子，有一根番茄酱，哎，绳子番茄酱，哎，都没有用，哎，来，哎哎哎，这关有点复杂哦，这关来先帮阿嬷捶背，给我钱，哎，得到零用钱，然后零用钱绑在对，绑在绳子上，有了催眠用的吗？这应该是催眠用的。然后对着老爸催眠，哦，老爸睡着了，然后涂番茄酱涂满，哇哇哇哇，杀人现场来。啊，儿子死啦，哇，哭啊哭啊。结果老爸一脸困惑，根本没死啊，到底是怎样，哇，死人复生啊。啊，下面一关46关，哦哦哦，他在拆那个钢达姆机器人，这弟弟在拆钢达姆，我直接打电话叫警察来，赶快跟警察叔叔，不是警察大哥道歉。重试一下啊，这边哎，老爸在睡觉。哦，这是刮胡刀，来帮他刮一下。哦，得到了，哦，哇，直接变成坏人呢，这个。来来来，给你毛来玩哦。哦，我的头发，嗯。哦，老爸觉得他的头发是滴滴弄的。哦，然后我要把我的考卷藏在哪里？只能打电话打给113家暴，打给警察来让他抓坏人。哎，这里有不良分子。OK OK， 被抓了。然后嘞，老爸被抓走了。然后嘞，把这张哎塞进去，让他被一起逮捕。哎，你爸爸嘞？你爸爸被逮捕了。然后又回来，然后吓到阿嬷。下面一关47关。OK， 爸爸在抽烟。哦，汽油，来，哦，尿尿，哦，尿尿开花了，来来来，花，哦，还有什么？来，那个花给你哦。哇，哦，突然浪漫了起来，然后给他泼汽油，哎，泼汽油要泼在哪里啊？汽油泼在树下，哎，可以吗？哎，这汽油是干嘛的？泼自己身上不行啊，泼考卷不是这样的吧？没有，哦，搞定了，因为老爸老妈现在感情很好，他已经不在意你的零分考卷了，然后突然发现了下一个危机，没错，滴滴开始在摸那个汽油了。接下来只要有打火机或者是火柴，叽叽还他会，然后就会出事啊！来，下面一关，48关，狗好像肚子饿，来拿个鸡肉给他。哦，还有奇怪的，哎，发电机吗？这是发电机，游泳池，哎，放进去，电极烤鸡，哦，熟了，来给你吃，哦哦，狂吃猛吃，然后，哦，吃得很饱。拉屎了，来把自己的零分考卷塞在狗屎上。老妈被狗屎毒死了，口吐白沫出事了。下面一关，为什么爷爷很生气啊？哦，我懂了，那个鸡肉是爷爷买回来的啦。好啦，下一关，下一关，哎，49关，大家在打牌，然后电脑没电了，说要插电。这是电脑充电线，然后有一本色色书刊，
先帮电脑充电。色色要给谁？哦，色色，哦哦哦，色色，一瞬间放到电脑上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他会发现他们在看色色。哦，全家一起色色。然后阿嬷准备骂人了，因为大家都色色，连最小的弟弟都色色。不可以色色，下面一关50关，有个假人呢，来让你穿衣服哦，然后涂个眼睛，来画个眼睛。哦，这个好凶哦，这个妈妈好凶。哎，得到头发，为什么老爸的头发又没了？来来来，假人，再来让你拿着零分考卷搞定，快揍他！啊，我被打屁股。假人打屁股不痛不痒，下面一关51关，哇、哦，好长哦，这是弓，还有剑，有了，还有苹果，弓箭苹果，来射，打到了，得到电锯，然后把滴滴给锯了，滴滴没有锯，滴滴得到了电锯，超危险，然后怎么办呢？考卷，考卷，考卷贴树上。考卷，哎，考卷，哎，弟弟已经拿着凶器了。然后嘞，我考卷要贴在哪里？考卷，哎哎，考卷化成坏人，啊、哦，帮你戴上面具。哎呀，上啊，杰森杀人魔，电锯杀人魔，走啦，下面一关52关。其实这游戏怎么好像越来越夸张，有点扯啊。这个是老爸买了新电视回来的，然后这个旧电视，旧电视有一块肥皂，来捡肥皂，来肥皂下去，好，得到新电视，然后嘞，新电视自己装，考卷塞进去，搞定，哇，全家看电视，全新的电视，哎，啊，那个零分考卷呢，就这样藏在电视后面，没有啦。下一关，下一关，53关，哇，狗好凶啊、哦！骨头，哎，骨头丢这里，骨头丢狗，不行，骨头丢老爸，哎、欸，被抓走了，应该不能说被抓走了，而是被追了，被追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，哎呦，哦，超爽吊床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你怎么在树上呢？下一关他被发射了呢。哦，他在举重吗？不过他没有加重哦，他没有加那个砝码。我帮你加重来。哦，有点重。再帮你找一个东西来装水。好，一样重了。哦哦，够用。哎呀，他死了。啊，膝盖受伤，来。包好啦。耶、yeah, ，活蹦乱跳，他这个受伤一样活蹦乱跳。下面一关55关，哦，这个爷爷看起来就超勇，来，哦，有酒，哦，有斧头，还有什么？来，那个喝酒，哎、欸，来瓦片，哦，哦，直接敲烂，怎么办？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么硬的敲不下去啊，敲下去手会受伤啊，来，重来。所以这一片是拿来做什么的？酒给你，不行；电锯给你，不行；斧头，咦，奇怪，到底是拿来干嘛的？哦哦哦，锯了，锯了，锯了！我会得到什么？得到原木。原木，哎、欸，原木，哎、欸，哦哦，还可以，哦，还可以劈呀、啊！哎呀，变成木片了，木片应该就可以了。木片阿公应该就敲得碎了。可以吗？阿公，木头的应该可以了吧？来来来，请连着这张考卷一起打烂。哦，阿公超勇的啦！请不要，请不要，阿公，请不要。那个木头的你打得碎，铁的不行啊！下一关56，哎呀，无人机耶！哦，然后嘞，网子抓起来，打烂！哎呀！他好伤心啊！来，丢进水里。
水龙卷来，哎，我的考卷飞走了。新闻报道有水龙卷发生什么？下面一关57关哦，胖虎又来了，怎么有火腿在地上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先先喂你吃东西吗？还是哦，这是什么什么电动车四驱车？哎，被追走了，他被狗狗追走了。然后嘞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他的车好像被弄烂了。可以比赛了吗？这个车？哦，把赛道加高了。还是说这里有什么工具可以拿？没有。有，我可以自己装一下。有了，出现了！哇，零分考卷四驱车，这个车应该是可以比赛的哦。来，上，起飞，飞走了。哎，这个是开飞机的吧？这是机长吧？他在天上看到了两台车在天上飞。下面一关58，哦，放风筝是吧？然后嘞，哦，这边有一个修电线杆的，他100块掉了，来投个饮料。哎呦，买了。得到了一罐魔爪，请那个大哥喝。来，你下来给你喝。哦，他下来喝了。然后风筝，风筝拿来。风筝拿去带电哦。然后嘞，考卷贴在那个贴在电线杆上。哇，被电了。哇，变爆炸头。哇，这个非常危险，小朋友不要学。这个妈妈有练过，被电完一样只是变成爆炸头而已，没有事，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。但是真实生活中如果这样搞是会死人的哦，真的。啊，下面一关59关，平底锅棉被直接脏掉，蛋，平底锅煎蛋。哈哈哈哈哈哈，被鸟鸟攻击，直接送医院了。来，我们把我们鸟鸟叫出来，很棒。下来再重试一次，把这棉被弄脏，放上去。这个蛋要还鸟鸟吧，是吗？还是哦，竹竿，还你蛋，好，搞定。然后接下来咧，有啦。我的考卷变成零分蛋了。哦，这个鸟很凶。没错，这鸟超凶的啦。下面一关60关。哦，60关好像进入剧情了。这个剧情是，这个是谁？哦，换人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找到那个屁孩，找到了。这个会是谁啊？会是，哎呀，可恶，重来。先找这关，搞定。然后嘞，再来。绝对不是开门这么简单呀，他一定藏在冰箱里。妈妈告诉我他在这里。哦，这关很难耶，来啦，再一次。60关怎么那么难？只要失败一个就再见了。哦，这是老师吗？感觉很像耶。他又逃走了，屁孩又逃走了。不想变成这样的笨蛋的话，记得留个好评哦。先不要，我还在拍影片，我还在录影呢。61关是个保险箱。哦，外面有查拉布，有坏人。来，你记得保险箱的密码？记得了。他拿走他要的东西了。我把我的零分考卷假装就这样送给坏人。
外面有小偷啊，真的不能直接给他吗？放桌上，哦哦，放桌上就好了嘛。哦，直接偷走了，搞定。奈何宝箱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零分考卷，竟然是零分考卷，小偷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来下一关，哦，魔爪偷走，哭了。啊！被暴打，耶、yeah, ！出事了，被打爆了，屁股被打烂了，重来，重来，交代。恐龙，恐龙跟你换，有了。阿公喝，喝下去就会变超勇的，有了。阿公现在超勇了，来，请踢。哇、wow ！穿网而出，哇！这阿公怎么勇成这样？下面一关63关是哎呀，水枪哎、欸，哦，铁锤哎、欸，哎哎哎哎，锤烂，锤出一个洞了。他们好像需要玩水，来，得到了眼镜，眼镜要给谁？来给，眼镜加工涂黑，你就有墨镜了，跟他们一样潮，一样 fashion， 交给你。哎、欸，啊，小猫咪来玩啊，猫咪，猫咪耶、欸。猫咪广告看一下，好啦，好跳过跳过。哎呀，只有他的墨镜不透光啊，会撞到墙啊。啊，他是撞到柱子，撞到电线杆。来下一关，64关，倒垃圾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不能直接偷垃圾，被乌鸦攻击了，不能直接偷垃圾，要怎么办呢？这样太明显了，不对啦，这关有点复杂啊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想想看要怎么办，应该哦，哎呀，他下去了，求婚的人下去了，然后我就可以拿走他的戒指是吗？哦，用钻戒包零分考卷放这里，乌鸦就会把它叼走。哎，哇，他成功抢回来了是吗？哇，这是个感人的故事呢。来下面一关，65关，他们在玩什么？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纸飞机大赛，电风扇，蜂巢，冷气，先把它改造成纸飞机。好啦，我有纸飞机了。然后这个要给谁啊？我有遥控器，电风扇的遥控器给弟弟，不对啊。哦，我把冷气给关了，把冷气关掉之后，我的纸飞机就能顺利的到蜂巢那边是吗？先把电风扇打开，好，交给你了，一切具备，只欠东风，飞啊。哎呀，好危险啊！直接卡在那个虎头蜂窝上。哦，小弟最勇。下面一关，66关，滴滴在画画。猫咪，地球仪。哎呀，又是这个色色。哎呦，还有一本猛男的。来，猛男，哎，这个怎么看？猛男特辑。电视开始放起猛男特辑，阿公突然变超勇，幸好不用再听阿公说话了。然后嘞，这个色色，哎，放下去，色色了，哇，一瞬间他们都，哦，连小弟弟都在看了，猫咪在玩了，猫咪把地球打爆，好，修好了。
神奇，地球上居然有个地方，有个地名叫做零分。下面一关67关。阿公在喝酒是吗？我偷走他的火腿肠，他好像在做什么，在自己家院子里露营的奇怪活动。被狗追啦，然后应该要先贿赂，先给火腿肠。交给你的火腿肠，很好，他很乖，走掉了。我捡到这个几把扣了，我有100块了，好棒哦，捡到100块嘞！钱要给谁？100块。考一下，我这个夹着零分考卷的烤肉夹要怎么办呢？可以，来起火，可以了，来沾酱汁拿去烤，有了，零分串烧，给阿公配酒，来请吃。这一个是零分的味道。下面一关，卖水果的，然后阿公肚子很饿，100块，我这100块滑板耶，我不能直接偷啊，没有要直接偷啊，出事了，被警察抓走，差一点被警察抓走。看一下隔壁有什么，隔壁有胶带是拿来干嘛的？你们有100块会拿来干嘛？这个100块差不多是台币20块吧，没有用，胶带没有用，来买个水果。买到香蕉了，香蕉给阿公吃，吃完得到香蕉皮，香蕉皮放上面，考卷粘上去，得到了超炫零分滑板，滑起来。零分滑板如此炫炮，来下一关，69关，又是这个，这一罐喝下去阿公就会变超勇，两罐耶，两罐，然后嘞，老爸喝，遥控器不能捡，阿公也喝，再来嘞，我要把零分考卷给谁？这个是笨蛋杯，这个是可以放的吗？这是一张海报。哎呦！阿公去看赛马了。他想要看偶像。他们吵架了。铁拳啊！父子之战。或者说是个剧情，来，把我的考卷偷偷的藏在里面，直接被撕烂，那考卷直接烂掉，他们要重新和好了，到底是怎样？真男人的对决，下一关70关，手机耶，不能拿哦。各位小朋友，不要未经同意偷拿大人的手机哦，会被骂爆。来吧，让我们重试70关。酒喝酒，你看这个冰冰才喝几罐就醉了，真的是太逊了。得到了手机丢水里，手机丢这里，手机给滴滴碗，不行，手机扫 QR code。直接定了鲨鱼机器人，那我看看。鲨鱼机器人，来给滴滴玩，来我自己玩。哇，鲨鱼机器人，把我的考卷放在这里，很棒。操控鲨鱼机器人冲啊！
哎呀，我什么时候买了这个超贵的鲨鱼机器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对，有些小朋友会偷偷拿爸爸妈妈的手机，然后乱买东西，很可怕。下面一关，哦哦，突然变冬天了，大家在玩雪。礼物，礼物要放在哪里？来，礼物给你。哦哦哦哦，开始拆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自动雪球机。哦，自动雪球机耶！哦，生病了啦，都你害的。下面一关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这么不勇了？刚刚不是很勇的吗？啊！出事了，送医院了，重来。这个太重了。哎呀，这个高蛋白粉喝下去就会变超勇，跟我一样勇。好，变勇了。然后呢？哦，还有一罐这个，我自己喝。哦，我也变勇了。好，我变勇了，我变勇了，我现在比较勇了。来，我可以把这个捡起来了。嘿，我举了起来。哎，举起来，来给老爸。来，交给你。嘿，举起来。他有自信了，他可以去参加这个健美大赛了。来。哦，奖状，奖杯要颁给谁呢？就决定是你了。哇，老爸变超勇。72关全破了，已经没有关卡了。好的，我想我们这个系列就玩到这了，已经没有任何的关卡了，我已经把它全破了，我超强。那最后呢，如果这个影片有让你觉得那么一点有趣的话，记得点下那个大大的赞。那么我是毛利萨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